这些野鸽子不晓得从哪边飞来的。天气比较暖和，它就会飞了。它好像对天气很敏感。有时候好多只，有时候只有两三只，现在看到是三只。这里是台南体育场，看他们在啄那个树上掉下来的那些果粒，还是种子，应该是果，那个果核。这种应该不是人家豢养的吧？这个应该算是野生的鸽子吧？不晓得有没有比较懂鸽子的那个观众？这个应该算是野生的吧？我觉得是这样子。有一些公园都看得到，像水平温公园啊，还有中山公园啊，都看得到这些鸽子。好，到这里，拜拜。